哎呀，又是拿了飞球，但是也玩抽卡游戏嘛。我哪里飞了？欧的很好吧？哎，要不是上次我帮你抽雷神双金，你到现在都还是个飞球呢。那你手气这么好，你再帮我抽啊。我帮你抽什么好过？这样吧，你要是在20抽之内能帮我抽这个角色，我送你一套新的护肤品，任何牌子你指定，怎么样？敢不敢？可以啊。但要是你输了怎么办？输了，你后面1个月原神所有的花费我出。好啊，你说了，记得现在的数字，你只有2次机会，来吧。我靠！我靠！运气这么好！我去！我靠！要不咱那什么，做到，能反悔吗？做到，做到。